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或者不附件的故障，那么要分析这些故障原因，必须要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来支撑。在我转岗到机务专业之后，单位特地邀请了特级技师对我们进行一个岗前培训，同时让我们赴院校参加研讨班。在这期间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理论知识，在专业和技能上都有了更大提升。116